这段教学影片你会学到 Python 内建形态的种类和形态之间转换的方式，最重要的是和你身体健康相关的 BMI 值。之前 Kojun 频道中 Python 的基础教学课程有介绍如何输入和列印文字，而文字就是字串 String， 它是 Python 内建形态中的一种形态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段影片，赶紧前往复习一下吧。我们在程式中会建立变数和变数中的资料，而这些资料有很多种形态，像是刚才提到的字串，还有 list、布林等等。大致上来说分成三类，第一种是数值形态，像是整数 int、 浮点数 float， 用来计算数值。第二种是字串，第三种是容器形态。这种形态就像容器一样，可以放入多笔资料，是一个学习程式语言必须要熟练的形态之一。之后 Ryan 也会在 Kojun 频道上录制教学课程。在今天这段教学影片当中，我将介绍 int、 float 和 string 三种类型，并介绍要如何转换和为什么形态之间要转换。现在我先打开线上编译程式服务 Ripley 做示范教学，你也可以使用你所熟悉的编译软体，或观看 Ryan 之前录制的 Ripley 教学影片。首先我先示范整数形态 int， 这里的变数 a 目前的值为1，我们可以使用 Python 内建查询形态的 function type 来查询目前变数 a 的形态是什么。现在我使用 type 并且列印出来，我的写法是由内到外先写里面的 function， 这是为了让同学方便了解思考的方式，未来习惯后就直接写 print 再写 type 就好了。现在执行后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写的是 int， 代表的是整数，前面的 class 代表的是类别，因为 Python 的内建形态都是物件。那什么是物件呢？这说来话长，之后 Ryan 也会录制有关物件的教学课程，清楚的说明程式语言中的物件到底是在做什么的。在这里我们只要先了解程式语言中变数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即可。接着我们来试试小数点， Python 中处理小数点的形态是浮点数 float， 这里我输入 1.23， 执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 float， 最后如果我加上引号，那么它就会是 string， 也就是字串。了解程式语言中不同的形态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在程式语言中不同的形态有时候在一起撰写时会发生错误，例如字串加上浮点数就会发生问题。在刚才示范的变数 a 目前是字串，如果我在后面加上一个浮点数，执行后它就会发生错误，告诉我们必须要加上字串 string， 不能加上浮点数 float。因为我们知道字串的合并是使用加这个符号，如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是用字串，那么加后面就必须是用字串。透过这个示范就能够清楚的知道了解 Python 中内建形态的重要性了吧。接着我就要来介绍转型，让你的这些形态可以互相转换。在这里我要介绍两个 function， 第一个是 float， float 可以将括弧中的字串转为 float 形态。在这边你可能会有一点混淆，这个 function 和刚才介绍的形态有什么不同呢？ function 是一段程式码，可以输入参数，经过运算处理后返回一个回传值，而形态是用来定义变数中的资料是什么类型，虽然它们只差一个括弧，但意义上却大不相同。另一个 function 则是 string， 这里的名称是用字串形态 string 前三个字母 str， 这里我还是称这个 function 为 string， 顾名思义它就是将括弧内的参数转为字串。这里我简单的示范使用的方式，我们将刚才的 1.23 浮点数透过 function string 转型，执行后你可以看到程式结果是将两个 1.23 的字串合并在一起。接下来我要透过撰写一个计算身体 BMI 值的程式来示范转型的实际范例。 BMI 值是身体质量指数，可以用来参考目前的体重是否合乎健康标准的数值，计算的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。在 Python 中除的符号是斜线，而次方则是指数加上两个星号之后再写上次方，例如2的三次方。现在我要开始撰写程式，首先我要让使用者可以输入他的身高和体重，所以我先建立一个身高的变数 h， 然后使用 input 这个 function 让使用者可以输入。但在这边我们会遇到一个刚才提过的问题，形态之间的转换，因为使用 input 返回的值是字串，
而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数学运算，所以就会发生形态的错误。为了避免这个错误发生，我们先使用 function float 将字串转为可以用来计算的浮点数。当我们程式越来越复杂的时候，可能会包含很多括弧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善用程式编辑软体，我们也可以称为 IDE， 将指标移到括弧前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IDE 将后方的括弧也同时标记了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function 中的参数内容有哪些。接着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撰写一个让使用者可以输入体重的程式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计算出 BMI 值了。我们将变数放到 BMI 公式当中，最后将计算好的数值列印出来。写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执行程式了。真的可以执行了吗？可能有同学已经想到了，我们刚才才示范过的一个错误，将字串后面加上浮点数会发生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将刚才计算出来的 BMI 值转为字串，这样执行后才能正确的计算出结果。OK， 看起来我们已经正确的完成咯。正常的 BMI 值区间大约是在 18.5 到24之间，不知道你的体重是否正常呢？学习程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将程式码输入到电脑中并且执行。我建议同学刚开始学习程式语言要练习三次，第一次照着我提供给你的程式码一样画葫芦照着打一次，第二次尝试自己从头到尾打一次，但你可能会需要看一下忘记的部分，而这个忘记的部分就是你需要特别去记的重点。重新检视反思之后，第三次你就能够很有自信的从无到有完整写出来。完成这样的练习后，你对这样的学习会更加印象深刻，并且实际应用在未来的程式撰写当中。寇俊频道主要是分享程式语言教学和电脑网络相关知识，像是今天影片中所介绍的 Python 内建形态和转型的方式。如果你想要收到最新影片教习，欢迎订阅寇俊频道，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